认证的名司给了我们机会，他的须弥其实他都是打法莲的了啊，他的须弥其实都有法莲啊，底下这只没有法莲，没有法莲咱们就不打法莲，一致加进击暴击的其实已经够了，这只宝宝就打传统的大法术，而且有高神铺垫，直接打高法暴就行了，一本直接高暴，打这本书谁他都挑不出来毛病，大推他也干不掉出其不意跟须弥，运气正常的情况下没有几率啊，没有几率掉高神和出其，须弥也在。OK， 下本书啊，下本书是法波，就一定落在吸收位。OK 啊，出奇和高神还在，两个垃圾技能滚了一个，须弥没了。法波的受爵拍的是没有问题的啊，法波如果拍魔心的话，掉的几率会更高啊，差了一点啊，差一步。给大哥道歉，给大哥安排一个 UFO 版本的啊小猪放屁玩具。好，认证出了名司啊，技能给的挺好。这个时候，现在你直接打后排，后排现在没有技能啊，没有技能能上。其实法莲可以，这个宝宝是要打法莲的，这只宝宝不是任务宝宝，有进击法爆就是 PK 瞬击，第二回合以后出的。第一本书打法莲，前推掉神技，覆盖掉高鬼，完美。懂的兄弟们扣个一啊，打法莲没毛病。老板，你的午饭我管了，看前排掉没掉神技，一定是大推掉的前排垃圾技能，现在已经六红了啊，看起来很有欺骗性啊，一致就先不打，打一致会缺书，这个书反补法爆，围追堵截啊，干神技干鬼魂啊，法莲没有成功，法爆再接再厉，进击法爆，下排的技能啊都是安全的，没有大推，下排第二个是神技吗？是神技，反击。我操，须弥又没了，刚才是法波没，这回是法爆没。